因为刚才问人体说，传道学员都不能苛责吗？听话者不能苛责吗？因为你们不想我的讲的，你们就是唱反调了，不能苛责吗？不是谁了，就是说我讲说生活要用在生活中，然后呢，当我在讲课的时候，你说那、啊、那个是佛法，跟生活无关，那我要不要苛责？就是你认为世俗跟生活跟佛法无关。可是这一堂课又讲把如何把佛法用在生活中，啊，你这样认为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呵斥一下？这样听懂听不懂啊？我为什么讲这个理由？为什么？因为有些学生抱着那个心态，就是说我来学习者已经给你好处了，你不能骂我。啊，我是要提升你们的，像一般师父教学徒，做错要不要骂？你们学习世俗的生活啊，不听，跟你讲讲好几遍都不听，是不是要苛责一下？他苛责不是排除你哦，是教你你要记住这个错，纠正而已，所以语气会比较凶。而现在呢，都是保护自己，我来学法已经给你面子了，你还在骂我，我不来了。那个就不是学法的心态了，这是不是学世俗法的心态，爱面子啊，我爱子的心态来学法，那个可以不要你来学，我不需要你来学，我是把这个交代清楚。啊，如果你学佛法是要接受我错误在哪里，帮我纠正的，你就接受别人的意见啊，不要怕，不要因为人家讲话比较有杀伤力，就下次不来了，不敢再进来，那没关系。那如果你停在这里，就不用来学。真的，我是抱这种心态，所以我为什么会令苛责？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学生，所以会苛责。啊，如果一般的波切不会苛责别人，他不是把你当成他利益，这个不能这样说了哈。变成说我只要讲，你听懂不懂无所谓，我就不用苛责你，我就照我的讲，你听懂不懂我也无所谓。但我的学习性，我的讲习的不是要让你听懂的，我讲法才有利益到你们，我讲法才有作用。啊，如果你们听不懂要问，我会常问你们听懂不懂啊，不懂要问，我要教到你们会，教到你们听得懂，这是我做就是说做导师的心态啦。但是有时候会性个性比较直，比较直，比较有杀伤力啊，这是我自己个性的问题，但是我的意乐是要帮助你们的，所以这个两者的心态会有一些不交集，学者心态跟小孩心态会没有对焦，那没关系，但是我还是照我以前的模式，你们不懂我要问你们，问到懂，你们要学到真正懂的啊。如果你不想学，不想接受我这种说法的方式，不想学习我这种推理方式，可以不来没关系，相应者来嘛，不相应者散嘛，因缘就是这样。所以我会对学生讲好话，我又不是要巴结你们，对不对？所以我看很多世间法都是老师教学徒，就是不会要稍微骂一下啊。那这样世间要这样学，难道出现不是应该这样吗？他表示说，这个老师这个师父要教学生是真的用心才会骂嘛。像妈妈爸爸自己小孩子不乖才会骂嘛，因为关心你要你好嘛。啊，如果不要你好，我就不管你就好了，你做好没关系，做不好没关系啊。所以那个心态一定要抓对。不要把被人家苛责或是有自尊心受伤我就不来了，那就太可惜了。我要把这个心态说清楚，你们认为这样我说话合不合理？你们可以认为不合理没关系，合理啊，那个陈道授也要解惑啊，你要解惑这样师苛责我，每受师苛责就像黑奴家一次。那好了，可是要修正，人家这样讲，到底我没有错，要反省一下。啊，我能真的有错，我就要改。啊，不是在情绪上啊，人家骂我，自尊心受伤了，我没有面子了，我爱子受伤，我不来了，就变成停在世间法了。所以我讲话比较不客气，但是啊，你们要看什么心态来学习佛法。我是感觉说，你们若是因为我骂你们不来了，那你们很可惜。对我来讲，没有什么。作用，没有损失，真的。
因为我对你们是无所求，我是把我应该做的责任义务分享给你们而已，你来不来我无所谓啊。哦，我把先把这个话讲清楚。那有多少是因为我讲话不客气的，说我很傲慢的，没关系啊，我本来就很傲慢，没错啊，我对法很傲慢，但是我对人不傲慢，我感觉法要怎么才对啊，不是对人啊，是对法。好，先讲清楚了哈。答而无事。好，回向。愿持诸圣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个别回向，回向自己、家里成员、亲朋好友，还有周遭认识的古特伽罗，还有目前身心正在受苦一切众生，猫鱼金鱼劳清泉王一人许秀香陆碧慧黄瑞暖叶宣珠蔡应华冯宽慧廖家勇赖如红妹林秋莹黄玉明王志勇廖宇成黄瑞娥徐伟丽李英翠陈英俊张孔成魏婉霞黄昭栋蔡雪龙高正宪郭玄灿邱宝兴黄海龙陈淑华陈庆元周玉姐曾佑许龙祖吴朝乐卓东衍翁庆忠翁碧莲林清奇王蔡黄秀莲林君美、朱蔡素贤、舒约、许家湖、彭丽香、张君恒、林毅、庄玉纯、蔡文德，还有被武汉肺炎新流感感染而是身心痛苦者，就要得到诸菩萨的加持跟护佑，身心安康，事事顺遂。我只会向不管遭遇天灾、战争、意外死亡的中医生，有这辈子当过我们家人、亲属、朋友的往生者。被巫师解来曾伤害过人亲债主，被巫师解来跟我血缘关系历代祖先，包括林春楼、陈杰清玉清债主、陈红茂、郑志旭、黄太元、王耀东、林聪妹、罗三义、吴成美林、许玉梅、叶木川，还有被武汉肺炎新流感感染致死亡者，还有造成武汉肺炎新流感这些不管是变异或没有变异的这些冤灵跟病毒，还有目前正在三恶趣受苦一切众生。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地气灵冲护法鬼神，还有没人照顾供养的孤魂野鬼，我就得到阿弥陀的摄受跟接引，能往生净土，速成菩提，再回入娑婆度有情。可以观想阿弥陀放出无量道的金黄色甘露光明，快速的融入到我们自己还有所有的众生的身心当中。如果阿弥陀的加持跟洗涤，我们说的业障跟病障很快速地变成黑水或者黑气，从前的毛细孔往外排除。我们观想阿弥陀在放出无量道经常是甘露光明，加持这些COVID-19 不管是变异或者变异的病毒，也加持刚才回向的包括三恶趣的众生，还有众医生，还有所有的那个护野鬼等等。那慢慢的从甘露光明的加持之后，变成金黄色的甘露光体，那往从地球上往太空上上升。所以无量无边的COVID-19 的幽灵病毒，还有往生者，变成金黄色甘露光体往地球上和太空上升。最后被阿弥陀大慈大悲大力的菩提心勾召，然后快速的投身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好，行，请好，我们最后代表自己也代表前路有情，以最恭敬最虔诚最感恩的心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本尊、上师、护法、圣众，至诚礼谢，行三昧礼，云深。再问讯，三问讯。好，谢谢阿弥陀佛。